等。中了，中了。这个把它收起来，上。中中。三个都中了，三个都中了。三个都中了。也不用马上起竿了。各位钓友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2018不锈钢自动旗杆支架，猎图自动旗杆支架，这是2018最新款的那现在我大家教大家怎么使用这个海杆支架。像这里我们的地叉是直接的携带，非常方便。像我们这里可以把它拔出来，拔直，然后这里有一个螺丝，有一个卡槽，有一条销嘛，就用它销把它活动卡在这个卡槽这里面。然后我们拆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那个过鱼竿的，就是根据你鱼竿粗细的大小来调节它这个外径。这里有三个孔，可以调整你鱼竿的那个外径的大小。我们先把这个扣，根据你鱼竿的大小，先把这个扣扣好。然后插定地叉。掏出海杆后，把鱼竿插进架子，然后往下压，收紧线，把线收紧后，把线往后拉，往后拉，然后把线握住这个红丝粗滑小钩，这红丝粗滑小钩有可以调整灵敏度，越往下灵敏度越高。把线装上去后，可以按住保险托板，转动线轮，把线收紧，这样就完成了安装，等着鱼上钩。谢谢。哦。我操。哦。好。中了。中了，中了，中了。哦，两根都中了，两根中了。第三根也中了吧？对啊，中间那根好像也来了。我们不去理它，不用马上起，它有弹簧的后作用力，不容易跑鱼哦。等一下，我们再收一下，中间地根也来了。哦，全都中了，中了啊！